朋友们，早上好！看到我身后的这个没有？这个就是我们的茶子，你们认不认识？如果你不认识啊，今天你通过我们的视频，你就会认识我们这个茶子，了解我们这个茶子。今天我们来到了这个大山上，这个四面八方全部是茶子，先给你们看一下哈。一山比一山高，空气是相当的清新，鸟语花香，听到没？我们的那个小鸟蛐蛐。叽叽喳喳的在叫唤，非常的宁静。来到这个山上啊，感觉到人的心情都比较舒畅，头脑都比较清醒。走，我在前面你看啊，在我们这个大山深处，房屋啊，这就是比较稀少，还是有几户家，他们家家户户都有茶子，都比较宽嘛，因为四周都是山坡坡。他们之前就跟我说了，喊我过来看一下，了解一下，然后到时候这些。因为这个茶子要榨油嘛，还有半个月就开始榨油了，到时候看能不能希望朋友们帮他们处理一下哈，就是，先让我看一下嘛，茶子结的怎么样？我操，你看到？你茶子浆子结的多不多？去看看。我再看，你等我看一下嘛。不多，就这是三个结个。哇，那那边那一转多得不得了，结的。那就是没得酒水的，就恼火。这山其实好高哦，你看这个山好高哦。其实高山嘛，应该有高水噻，你看，这空气好好。我们这个茶子的特点就是，它这个茶子开头，然后明年子的茶子花花它又开始开了。它的成熟期的话就是，开花到结果是一年，时间比较长。还是可以的。这个很棒棒的，回去烧。在我这农村啊，看到干柴就必须要捡回去，像这个都可以回去炒一顿菜了，可以拿来捡回去。听懂吗？你看这个结的好多，管理的好好哦。我们这茶杯全部是一升的，你看嘛，那些石头，它这个石头嘛，到处是石头。所以这茶子全部都是一升的，这些茶子起码是好多年生了，它长得相当的慢，那么它的叶叶是这种小叶叶。这个人的心就有点小了。这个就是金刚藤，这个还有点大。可以，还是结的可以，这样子。如果还是大个，它这个剥开里面是一本儿的本儿的，有三四本儿的，有两三本儿的这个。它这个是一个外壳，这个外壳是相当好剥的，然后里面那层内壳就不好干。哦，这个开口口了。看嘛，这个就是这种，就这个样子。这个里面这个口口也要整干净，不整干净到时候它榨出来的油它就有点塞口。哦，这个好多瓣里头，已经在开始开花花了。这个啥子耶？好多年了，好大，几十年了，那么大了，我从来没看到过那么大的茶子，看来我哥是那几种的。硬是要，硬是要几十年了，要几十年了。哎，挺安逸。啥？这就是芦荟菜，漂亮。这是菜本里面的。啊。哦，这菜本嘛，起码要上百年，要弄大。他说茶子长得慢得不得了，听到茶子。买酒没买的，从公路这里，像我有几块钱就送给我们的。买酒没的，今天是我说去啥子安排送给你，安排你去的。马路沿线。你看那个，黄房子、红房子那儿，你看那高级好高，那个最高。嗯。哎呀，还是不容易。那儿那个水泥厂的嘛，要得人嘛，要石头高的。最高在哪儿呢？最高就在这儿了。差不多。
你这后头这十多天又请别人来玩。嗯。哎，这我这两天我还忙忙乎乎的。看我爬的石头嘛，这么大的石头，好久没爬石头了。好像换上了哈。哎，这石头多怪嘞，是我们的墙上有个墙根了你。我记得我小时候，学校就是一个一车啊，300多斤，就跑的就是石头。哎，那时候我搞一车就可以了，300多斤嘞。带的高看得远，这个才200多斤的。还是贴自己的眼睛有梦看到嘛，也还可以，全部像这一点窝囊间，哦，这茶子就泡一三斤了，当没当回去了，那泡很久，那就是我都别我别的别的从吃这种，哦，这啥子嘛，林子啊。哎呀，现在我经常的好不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朵哇，好不一朵好大，哎呀，这个都烂了，你看烂了噻。哦哟，这我打不下了，哎，好冻过哟，这我，你看好大，还有一个月你还打针，扣扣的打针一个月，起码要2个月，反正两个来帮你掏。这凉开还有点，你说。冻了，冻了，好急哦！只看到一点点一部分，还有宽头本的要没有看，但是这茶子还是结的可以，还等个半个月就可以采摘了，到时候过来帮娘娘他们采摘哈，因为好多茶子的确也恼火，从掏茶子到抠抠布来榨油，可能2、3个月才采得到，到时候过来帮着他们的嘛。因为说娘娘她是相当的好，走了回去了收工了，喜欢掏茶子的也欢迎你们过来掏茶子体验一下。